林木生文化纪念馆，徛在台南市教会学校中央中学的校园内底，纪念台湾头一位留美特学博士。自细汉，林木生就展现伫个语言、文学、毛笔字各方面的天分。1899年，伊入去长老教中学，因为成绩好，佫受教会保送去日本读册。除了讲伊本身家己真巧以外，伊个学习吼是有哪拢真在棒。吼、哦，就是讲，咱教好伊啥物货，伊就吸收啥物货，吼、哦，啊，佮家己也要变通。林木生唔那是校友，嘛变成中央中学的教职员。伊摕到东京帝国大学的学位，成做台湾第一位文学士以后，转来母校兼任学校理事长。伊看到台湾人不只是伫个教育，各方面拢低日本人一截，为了实现台湾人会当接受新式教育，伊四界走总去募款，大家拢是平等，吼、哦，这个就是伊的信用，无分讲你较高级，我较低级。日本人本土对台湾人啊，去遐读书留下学生，真照顾，真疼人，总是来台湾。用这讲，看伊是上等阶级，台湾人是下等阶级，安尼分阶级，互伊心内足不平的啦。1945年8月，第二摆世界大战结束，台湾告别半世纪日本殖民统治。林木生对接受政府有想象，嘛有期待。伊心内真期待的这个国民政府吼，甚至迄阵诶，蒋介石吼，伊嘛是写一个迄落诗吼，迄落好算要个大大个欢迎的吼，嘛较足娱乐的吼。啊，不过含伊的期待其实有足大个这个无共款吼。啊，当然诶，造成伊足大个失望吼。啊，所以迄阵伊看到遮无好个所在时吼，伊有迄个念头要办民博。啊，咱知影讲民博办落去了吼，就开始伊灾难的开始啊。1945年10月，民报创立，林木生做社长，济济人发挥言论力量，勇敢针对政治、经济、吐社会的黑暗面。林木生嘛伫迄年入去台大做教授，并且代理文学院院长。1947年，228事件爆发，伊伫处理委员会顶面发表反苏公平处理的言论，有人苛刻伊，赶紧走撇，林木生刷甲印。没想到这个动作，民报随便查封，林木生自己也引来一条死罪。那边，政府，官长派人来引导他说，台湾的长官要把你接近，只这样而已。他就说，我换衣服，他穿困衣服，我换衣服换好洗，我才来接近。他说不用，暗时不用，你随便就好。结果一去无回头。林木生受政府乱按罪名，蒋介石嘛批赶紧枪杀的命令，伊正就是228受牵连的一条冤魂。